硬盘啊，所见即所得，宝贝们，全系标配这些玩意儿，多功能方向盘、大屏，然后一键启动电子档杆啊。然后如果说大哥不差钱，想要一步到位，选择一台我们的零度高配，高配的热辣版，指导价17.09万的，咱们今天就这个车型129,000块钱就可以把它取回家了。彩礼钱怎么样？彩礼钱贵不贵？宝贝，觉得贵的打一个贵，觉得不贵的可以给我打一个不贵啊。酷辣版啊，我们的高配车型129,000，车内3色氛围灯，手机无线充电功能，这个车里面全部都在啊。去后排看一下是不是啊？后排的话，宝贝儿，我需要把这个座椅移过去啊。后排我就不给你上了啊。大众的啥车是不是？大众的最新款零度L啊。感谢哥哥的灯牌啊，灯牌一亮，祝大哥前途无量，感谢哥的支持。那如果说你还不是我们的粉丝大哥的宝贝们，左上角免费的关注，抓紧时间啊，先给主播点亮一下好不好？你看主播呢，人好性格好，你关注我呢，你就像找到宝，对不对？咱们左上角关注一定得少啊，那点了关注呢，以后我就是你冬天里的小棉袄，夏天里的小雪糕，饿了时的小面包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哥们记得点关注啊，记得点关注 OK。车里面看一看啊，我刚从车里下来，好吧，来，那今天要不我们就到这儿吧。车顶的话关不了，这个车顶是我们后期改装的啊，它呢的话不能关，下一天那就不要开，好吧OK，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啊，喜欢主播的左上角搂关注，咱们今天早上的话就到这儿了，我要跟你们说再见啦，拜拜。